课文五。我听一位医生说过一句话，最好的医生是自己，最好的药是时间，最好的运动是散步。前两条我理解的不深，最后一条我完全同意。散步是生活中最简单的锻炼方法，既可以活动身体，又可以减肥。而且不会像跑步那样辛苦。晚饭后，一家人一起出去散散步，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。肚子吃饱了，需要活动，家人忙了一天，需要交流。夫妻说说一天的工作，能加深感情。听孩子谈谈学校里有意思的事，一天的烦恼就都跑掉了。生词忌，减肥，辛苦，肚子，感情，烦恼，掉。